Puzzles 的团长兼 Keyboard 柏林，然后我今天不只是团长，我还是安安大明星的特派员，要带大家去开箱我们的成员啦。然后我们今天的成员不只有表演，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小任务在等着他们，那我们就马上出发。嗨，多看看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Hello， 我叫林平丽艾莉，我是吉他手。那你学吉他大概多久？我学吉他大概从我们加入 TP 到现在，那其实还大概半年左右。那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比较喜欢的吉他手之类的？没有，但是我喜欢的歌手，我有喜欢的歌手，但他应该不会弹吉他。那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就是比较抒情然后温柔的歌曲前奏。好，那我们就请 IZ 为我们带来他的表演。傻眼、啊，我会剪掉这个的。对，我猜你太紧张，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歌手是谁？想知道。张惠妹。为什么？因为她唱歌很好听。那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可以啊，谢谢。可以，可以。身为一个吉他手，不要再这样弹了吧。哦，没有，我们要叫你给我弹拳。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五、五、五，剪刀石头布。哎呀，哎，对不起，为什么？好好，那我们再一次，有沟通好了。五、五、五。剪刀石头布，耶耶耶！好棒哦！那谢谢我们的吉他手 IZ 啦。那我们现在去下一边 ，Let's go。Hello， 这边就是我们的主唱大大，你叫什么名字？叫李佳丽 ，Liz。对，他的名字叫做 Liz。那今天你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我今天要唱刚刚前面的那个张惠妹的《Hold 大力丢来》。我也想挑战这首歌，因为我有非常就是特鲜明的特色，就是我的烟酒嗓。然后大家听我都觉得我比较适合唱台语歌这样。欣赏的歌手也是我欣赏的歌手哦，那个江蕙。哦，真的吗？因为我很喜欢唱台语歌。对，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听一下。每头我的爱，好大你就来，别放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送温暖，其实我拢知，爱爱好大你就来。还行。耶耶！那是真心的吗？谢谢谢谢，是是是，一定是真心的，一定是真心的。所以你平常都听台语歌？我很喜欢听台语歌，对。满满，你什么意思？好、啊，那你当然也不是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你，你有一个小任务要做，那就是身为主唱，咬字清晰是一定要的，对不对？好，对。那我要给你一个任务，就是十五秒内要念完这个绕口令。好好好，请上题目，预备，开始。单杠荡单杠，钢蛋荡钢蛋，单杠荡钢蛋，耶、yeah! 欸！成功成功，耶、yeah! yeah! ！这边太快了，我本来没有预料到会那么快，我很难得就是这么顺、欸。那你可以加快版念是吗？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八秒念完吗？八秒，我试试看。单杠荡钢蛋，再一次，再一次，来来，一。单杠荡单杠，钢蛋荡钢蛋，单杠荡钢蛋。刚好听到我们为大家带来就是他最代表性的烟酒嗓。应制作人要求，他想听乌吼的台语版。乌吼的台语版，可是我是喜欢唱台语歌，可是我乌吼乌吼的台语怎么说？乌吼好像是乌吼。等一下，你哪来纸？乌吼乌吼乌吼。早八起床睡觉觉。这是我们的贝斯手，想要介绍一下。Hello， 我是贝斯手 Mayan， 是 Mayan 的 Mayan， Mayan。为什么要叫这名？因为我以前的绰号是 Mayan 的美奶子，所以我就取了 Mayan。你会听美奶子的英文吗？会啊。要大家会听吗？请跟着我一起来 spell MAYONAAIS。 你是不是都喜欢帮你的乐器取名？对啊，我的每一把琴都有名字。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有哪些名字？这把就是渐渐美，它叫渐渐美原因是因为以前有一个女子团体，然后他们有一首歌是渐渐美，然后渐渐美本身也是一种饮料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名字很可爱。
来，然后因为这个琴它是渐层的，它是一个夕阳的渐层，对，所以就取名叫渐渐的。然后我听说就是 Mina 跟她的琴感情很要好，然后就是好到她晚上睡觉会抱着她一起睡，她说这样可以跟琴培养感情之类的。对，是真的可以，就是有 Mina 做过的啊，剪掉，角色崩坏了，角色崩坏了，剪掉，这是有 Mayan 就是做过的科学实验，这样就是跟琴睡觉可以培养感情，那就算手上会印着就是什么很多弦的痕迹这样子，就是没有关系，这是感情的印记，对。谢谢 Mina， 不是没有，你不是为大家带来表演吗？哦，对对对，然后交给你跟渐渐美了，对，你跟他，要介绍一下我的歌，好，今天没有要弹张惠妹的歌，就弹比较轻松，也比较轻松的一个时间，现在是下午四点左右，我不需要，再拖下去到五点，快点。有没有说你们感情很好吗？那我模仿王品完毕吧，表达我的歉意。真的不像，用你的手指头摆出十个不同的姿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欢迎加油，小迪啊，不是那个 Derry 全团，希望靠你。Derry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好，大家好，我是 The Puzzles 的 Derry。夜空中最明亮的一颗星，照亮你的奶子。哇，我的 catchphrase。然后想问一下 ，Starry 平常练鼓都练多久？打鼓，其实我从这个高一大概16岁开始打鼓，然后练习的话，可能有时间就一个礼拜可能练个两三次，这以前可能每一次都一个小时左右。最近有时间也有去练，对。所以我觉得谢谢小弟弟吧。哎，等一下，你讲小弟，小弟，再讲一次青蛙跳石下，这是机会。为什么小弟当初会怎么？哎，小弟，青蛙跳石下，场外的人也坏掉了。有粉丝说小迪打鼓很帅，可以请他做三连拍吗？就是对镜头前的粉丝做一下可爱的动作，或帅气一点的。第一个，第三个，帅，耶，好帅，可以，就请 Starry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 solo 表演。挑战就是要训练你的反应喽。好，反应。我们要到任务的地点。任务地点。噔噔噔！你有玩过这个吗？对，我知道这个。那你的任务就是你要依序先把剑都放进去里面，然后小海盗如果突然喷出来之后，你就要用手把它抓住，训练你的反应能力。那你的手机哦。好。来喽！你会不会第一个就中啊？这有插进去吗？有啊，你把它插着。有，你拿几支箭？对。你放有点紧张哦。太多。
我应该不会那么帅，那么快就可以。来来来，这边可以放。哦，谢谢。哇，人体之下。好可怕、哦！好紧张哦！哎、欸，他们每天，有点紧张，还起着坏掉，我手还颤抖。而且这里还没摔断，海盗桶直接打到你身上。Siri 是我们全部里面现在唯一全破的一个人、欸、下一个就是要，哎、欸、有下一个人吗？要加油，哦、是我。对对对。那今天我来当，给你好 ，OK OK， 我来当这个柏林德特派员。我是林。去火跳，去火跳。我带来我的好朋友。你好。所以我好像我想要访问一下你，那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琴吗？比如说，就是我看到那么多东西，这些是有什么用？就是你可以，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叫很多不同音色出来，比如说像这个，哇，就我都可以，我可以不用弹，然后就是只要放这个就好。哎、欸，谢谢公司。耶、yeah, ，群火跳，群火跳，群火跳。那现在可以请你来一段自己的 solo 吗？好，好、啊。需要我的宠物陪你吗？好、啊。那我要来讲了，哈利波特里面最有主见的是哪一个人？哈利波特。因为我觉得是哈利波特。你没看哈利波特？我也有啦，有看到哈利波特。妙里妙里妙里，随便猜。哎、欸，对，你答对了。真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被牵着鼻子走。好，那我再讲一个好了。有一天。就是我经过桌子，然后我就对放在桌子上隐形眼镜说，我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那个时候别人在说。我可以分享实际事件。可以可以、嗯。就是我之前在某一个求学阶段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参加一个学校社团，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跟社团的学长姐分享我喜欢的歌单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滑一滑，它有点是难过的故事，然后滑一滑我就滑到我们最新单曲，然后那个封面上面有我，然后滑到的时候就是那个学长他跟我讲说，哎、欸，你有听他们的歌哦，然后我就因为那个单曲上面有我的脸，然后我就对啊，我也有听啊，然后他就说哦，我觉得蛮好听的，我就说嗯。然后我就划掉，然后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封面上其实也有我，这就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虽然就是对我来说有点小难过，可是应该可以成为大家的笑。向那个同学说，向那个同学说，向那个同学说，我也有唱那首歌，记住我，柏林在封面，记住我。今天我们要进行爆气快答。那我们游戏准备要开始哦。好，等一下，有人怕气球吗？我超怕，我超不怕，超不怕，他可能超淡定的。那我们游戏准备开始，哎，魔王也请准备一下。好，预备开始，念出。等一下，什么意思？道具被破坏了。抱歉，让我们再重来一次。弟弟念出五位成员的名字。Mayan, Siri, Lin, Ivy。说出组成原因，团体的组成原因。哎，三六五纸飞机组成团呢？用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非常热爱音乐。对，
所以聚集在一起。对，好，你要自己讲。因为我们很喜欢音乐，对，没错。哪三位成员来突击 TP Band？九小金、南元气、南正熙。Man 的贝斯名字字。姐姐妹。你说什么？姐姐妹。姐姐妹。姐姐妹。说出五位姓李或姓林的成员。林婷丽、李佳丽、李彩杰、李梦纯。哎，不能提示，旁边有人不能提示。林嘉玲。林雨昕。请啊、太难了，是你吗？是你的。等一下，快！请问成员介绍短片有几秒？你们 PO 在 YouTube 上的。33，答对了。哇！请你依序念出十二生肖。鼠牛猪龙蛇羊马羊狗猴鸡。快点！猴鸡狗猪啦！你要亲自念出来才算答对。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忙内佳丽的生日是几月几号？11月5号。来点吧！哈哈哈哈哈！继续啊！婷丽的粉丝名字是小夫妇。哇哇！柏林跆拳道是什么段位？黑带。你取名 Starry 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想要照亮那个是每个人，所以他想照亮每个人。等一下，打错了，什么？成为星空最亮的那颗星。好，对你。你超不怕。我眼泪都出来了。请他说不怕。整个爆下，吓不了了。你们总共答对11题，55秒的时间可以宣传哦。好，可以讲一下现在的心情如何？我已经爆哭哎，然后已经爆满是紧张，真的好哭啊！他已经爆满是紧张，我以为是因为我们答错他生日，他很想哭。大家好，我们是 The Puzzles。我是吉他手艾莉，我是 keyboard 兼团长的 Lin， 我是主唱 Lin， 我是鼓手 Starry， 我是 bass 小妹呀。我们的第一张数位单曲《马吉斯卡 Rock and Roll》在12月4号已经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收听喽，请大家去 YouTube 搜索 AKB48TTP， 这里有网站，这是里面可以看到我们《马吉斯卡 Rock and Roll》的 MV 哦，是中文版的。记得要按赞、留言、分享出去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多多支持 The Puzzles， 谢谢大家。那我们是 The Puzzles， 拜拜。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乐团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所以大家分享，好不好？